尊敬的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！养生堂五指摩托点五六，欧道来到一个人的城市个，啊，个大骨、排骨也好，腰轮骨也好，啊，骨杀水，杀掉个血水哈，了等水入来熬，即起个。三个工水过后撩起来，你咪该刷话来熬。家庭生活干干淡淡，刷话落水，一个骨三个工水后撩哦，水白。这个是五指摩托甲点五六，也叫做五大六哈，全部正地道个。你再先就落去熬。当时这个个青嫩个芋头就水着个，每天水啊黏黏个起，早早会生土粉个袂。了就咪去芥菜台，给它烫掉水，啊，水白水一个，非常好，青嫩个芋头，芋头其实黑色能够入香茎，内底一个嫩个青色个哈，伊就能入干茎，非常薄实。当时个鼎叉，个鼎兄大，大概都去炒挂风筝。不用落油哈，不用落油，都炒个过程，不用加油，直至炒到油会大。我感觉人现在人个炒新人炒豆角饼，我到炒到伊逼逼着，了就可以了，啊，了就可以了，就当就加帮一个刷下来，做下来熬，啊，炒挂风筝吧，哦，你看就说那个青色个，啊，食每个物件。黑色能入香茎，青色能入干茎，像是属水，干属木，像是三天之母哈。香水足，干花就足，哈、啊，是真实在的。但是这个芋头炒这个哦，啊，热来熬，大概都是要去熬一个小时吧，啊，这个黑豆冲一下水，炒一下，炒几分钟。啊，熬汤大概一个小时，这是该加班就搿么咯，啊，了就该看了，啊，就先讲起来，了就没该看该看了，盖好，转小火一个小时就 OK 了，啊，老铁们啊。关社会去熬点钟，五指摩托个功效有起到惊起离湿舒筋活络个作用。点五六即是五大六，有补上脏油个作用，熬豆也非常补上。啊，但是特别是对一撮猪娘人啊，过来后人是经常腰酸非常好。哎，大部分人来食也非常好哈、啊。一个汤大家看会去起熬个汤，非常。